怎么还在咳？这么久还没好啊？咳嗽哪里有这么容易好的？哦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把这个喝了。啥东东呀？你自己做的枇杷膏。咋对我这么好啊？不是先殷勤，非奸即盗呀！如果我对你好是一种错的话，那我不是罪孽深重啊！等会喝完了以后，我带你去山上走一下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好得快。哇，酸酸黏黏的，热的，喝的对身体也好。最近的天不知道被谁偷偷捅了个窟窿，下了快个把月了吧，波哥。嗯，不下雨那它怎么会有地皮癣呢？以前我以为只有春天下雨才有地皮癣，现在我发现了，只要下雨好像一年四季都能舔得到，是吧？嗯，还好上次你让我晒干我没晒，不然就白费功夫了，还是新鲜的好吧。这花真漂亮，你看你还是要出来吧，出来走一走，透一下新鲜空气，都不渴了，好多了。外面的空气好吗？空气好就自然好了。现在的地皮品质还是可以哦，有这么大一片。嗯，前面还有两坨，这个地方好大一堆。哦，真的是。这里还有。那你捡个够啊。晚上弄得来吃喽。好。今天又来了一碗菜。正好可以清下火啊。正好你菜园子的菜吃腻了，给你尝尝鲜，一举多得。哇，波哥，你看这边好大呀，一朵感觉都有一两种感觉，大片的菜比较好洗一点。走吧，差不多了，回去。杂草比较多啊，泡一会儿会更好洗一点。这地皮好吃是好吃，就比较难洗啊。哎，可是刚刚一垒一遍，再洗一遍。冷水下锅焯出水啊，这个地皮焯到变色就可以啊，它焯水以后韧劲更好，等会洗的时候更好洗一点。已经变色了，出锅。再洗最后一遍。焯水以后它颜色特别好看啊。试下看吧，新鲜菜。这个你比想不到现在还有吃的，很爽啊！对啊，那么久没吃了，摸一次，味道好好。嗯，刚刚是刚刚自己烧的啥子盐？那个在房间好加热的。嗯嗯。姜是一定要放的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它带寒性的。嗯，比较凉啊。嗯，对，它带凉，放的这个姜的话，它去凉效果好。哎，好下饭。对你吃最好，免得你咳啊。